若如处理不当，会污染环境和水源，甚至有机会引致超级恶菌出现。咁屋企有剩药可以点样处理？药物回收又有咩用？观塘一家中华日式料理店由两妇女经营，从创作新菜到烹调，经历无数次磨合。究竟佢哋系点样炮制出驰名人气拉面？今晚港台电视32《凝聚香港》。